三只锅路飞全技能机制以及看到这个建模有没有一种我想上去乱 A 你的感觉。这期视频呢就是和之国路飞的全技能机制解析，这个角色身上还是塞了不少小机制的，给大家好好说一下。记得点点关注，和最近的很多角色一样，和之国路飞的技能机制也没有很复杂，可以说简单粗暴。他的普通攻击有 4A， 平 A 距离呢是非常远，前两 A 非常夸张，然后有一个能量条机制，能量条满了之后两个小技能会变成流萤技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平 A， 3A 是个鞭腿， 4A 跳的空中攻击，3A 可以长按，可以飞得更远，然后 4A 在空中的时候可以释放空中的技能，空中释放这一部分就等到聊技能的时候放。一技能橡胶手枪，不管命中还是没有命中都会产生此技能，这个距离没有二档路飞的那么远，开局往前面走两步才能命中。第一个此技能橡胶机关枪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允许略微的摇杆转向。二技能印章也是往前面走两步才能踢倒，这个技能的子技能呢是跃至空中踩对面一脚。路飞的子技能一也有两个，先空掉一下产生这个橡皮机关枪，然后点击二技能，这个子技能就会变成橡枪乱打，一个霸体武装色技能。这个技能也是释放的过程当中允许略微的摇杆转向。当然这个角色第二个子技能呢也有两个，我们先空掉二技能，然后再释放一技能，三档巨大化的橡胶战斧，这个技能范围是真的大，大概半途左右的范围吧都能踩到，反正是比较夸张的。路飞的这个能量条机制呢，此技能一橡皮机关枪或者是那个橡枪乱打，这两个技能命中呢都会快速增加，能量条满了之后会进入流萤状态，两个技能会瞬间恢复变成相应的流萤状态技能。在这个状态下呢，一二技能是会变，但是此技能不变。一技能流萤手枪会有一个破霸的效果，这个技能的攻击距离就比较远了。二技能流萤鞭，鞭子很硬啊，攻击范围也是半途，两个技能都是释放消耗半格能量，消耗完毕结束流萤状态。没有变身之前路飞闪避，极限闪避的话会触发见闻色，触发瞬间的这个视听状态两个技能会变成流萤技能，但是这个见闻色触发这个窗口期很短，迟疑一下的情况下这个流萤状态的技能就摁不出来了。小夜火手枪，路飞跃至空中给对面一拳，这一拳呢也是半途的距离，前面说过路飞可以在空中释放技能，跳到空中的时候可以点击奥义直接在空中释放，包括其他技能比如说二技能这一脚先踩对面一下然后直接释放小奥义，也可以连携普通攻击释放，最多在空中连续释放两个技能，跳起来再踩，包括激斗技能在内啊，只要是路飞在空中释放的技能都可以利用这个机制释放。唯独三档巨大化的橡胶战斧只能用来收尾的时候使用，点击奥义消耗一个怒气进入四档弹力人状态，会发现身上有这个红色霸气的闪电，在这个能量条存在的时间之内呢都会有这个霸气的特效，所有技能增伤而且和暴气的增伤不冲突。咱们会分开展示一下它的技能和伤害，一技能这一拳7700的伤害有破霸效果，子技能呢每一段单段释放的话伤害是1000多，踩头踩下是7500左右的伤害，小E这一拳呢是15000左右的伤害，这个都是有能量条加持下的，变身之后是不可逆的，就变成四档之后这一小就不能变回去，没有能量条增伤的情况下小E就12000多伤害，一技能这一冲拳呢就变成6000多伤害，此技能这个乱打呢每下就掉800多，踩头这个伤害呢也就变成6000，变身之后猛灌一套带骄傲给大家看一下伤害啊。空掉的效果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没有能量条的情况下，这个骄傲命中的伤害是18000。前面说过，这个能量条增伤是和暴气是不冲突的，所以说直接变身之后开暴气给大家灌一套看看。这个变身状态就是放手一搏灌伤把对面灌死时候用的，变身这个形态之后本小局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如果想恢复能量条就是极限闪避，这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说资源交光灌那么多伤害有点不值，别忘了还有普通攻击没说的，变身之后直接闪过去 A， 这个伤害就是为什么视频开篇的时候说我想乱 A 你。
这个路飞有两个奥义图，测试版本没时装，所以说咱们展下的激斗。激斗技能一，这个跳在天上攻击的这个技能呢，空中释放的技能都可以接小，而且也可以普通攻击接技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跳起来放这个技能，多一段之空呢就可以躲掉地面的援助，像雷利啊小马啊都行。变身之后，这个激斗技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有一说一，这个霸气震撼的特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激斗技能灰熊兽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能，我个人是推荐带制空效果的那个好用一点，因为一般变四档的情况下就是出来斩杀的。最后来展示一下它的援助技能，记得点点关注。那本期关于和之国路飞的全技能机制解析呢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